好，我们接下来看最爱撒娇的谁啊？好，接下来让谁继续撒娇啊？让谁来演？嗯，小苏青，哎，我看好啊，我呀，对，因为平时呢，我们看到你的表演一直都是很奔放的，这一次呢，想看不一样的一面。A B C D， 你来选 ，A 已经被人选走了。那我选 D， 第四个 D， 第四个啊，来看第四个是最爱撒娇的什么呢？老伴儿，老伴儿，找一个随便的，找吗？对，随便，还造字吧。揍死，还是原配呗啊！看看最爱撒娇的老伴怎么演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老伴儿，老头子快过来，快点的。我死鬼，你近点的吗？哎呀，你说事儿呗，你这是这么扯的吗？哎呀，上回我跟你说的。咱们俩度蜜月那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定了呢？哎呦，你快消停的吧，这都多大岁数了，都快有孙子了，还度什么蜜月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把丢失的时光都找回来。找啥呀？找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你答应我吗？答应我吗？哎呀你答应我，别尴尬。声音这太有杀伤力了。那以前你咋不这么说呢？以前我怎么说的？以前你不就是甜言蜜语的说，哎呀媳妇儿啊，你这声音太甜了，真有磁性，还说我声音哎呀能勾引你吸引你吧，你吸引来了吗？你忘了吗？忘了吗？是我承认，原来你这声音吧是挺有磁性的，但是你现在声音弹力太大呀，现在是。我不管。啊。老伴。瞅着我。我这不看着你呢吗？你看看我好不好看？我看你就是现眼太大了。瞅着我。我告诉你，告诉啊，今天你上花圃住去。不用。想回家了啊。那可不行，那我可有点害怕。接下来呢，下面一位进行选择的是谁呀、啊？这样，香港来的朋友啊，达明，阿达，我是啊，A B 的 B， 啊，看看 B 是最爱撒娇的摄影师，这个难度有点大，这个有点难，因为怎么样、啊？这难演。你看我们经常有被别人拍的经历嘛，这摄影师一定是要强势。你看看那个前一阵子有一个热播的电影叫做《全程热恋》，对，里面有那个啊，给我，就是一定要有那种感觉的撒娇，撒娇拍照啊，撒娇不可能。我可是我可以转两个人帮我吗？就是两个人好可以，两个人可以吗？好，那就转大鹏，还有一个打个女的啊，老师一飞老师，一飞，哎呦，来一飞，他们要演的一对情侣，我们是情侣，好不好？太般配，来吧，准备啊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哦耶，你们好，哎呦，咱俩回去吧，哎，别在这拍了，回来，我回来，站这里。站啊、哦！你是化妆师还是不是？我是你们谢颖熙、明大江 你好，你好。哎呦妈，你好！等，我女朋友啊！我女朋友！我的，你碰我，你不要碰我，别碰我，姐妹啊！我还是走吧。哎，不，哎，肯定拍到你漂亮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俩要结婚了啊！给我拍的美、啊，我知道、啊，你相信我就可以了。你说耶，我耶，来耶了，耶三耶，来看，哎呀，开心点，啊开心点，哎，看着我好像一个钞票，看着我开心笑，哎，好多了，可是不行，女的要性感一点啊，拨头发，你到底要什么感觉？啊，拨头发，行，来，对呀。我大一点，啊，哎，水鞋腰，哎，这还是我女朋友吗？这啊？对，你有没有听过啊？看过蔡依林的歌？
什么特么追特么追啊，这样啊，所以先要来来来一个，来，一二，哇耶，啊我不喜欢这个，这样啊，哦再来再来，啊，哎你要那个性感要旁白一点啊，要这样咬嘴唇，嗯，咬嘴唇，嗯，哎，你看，我示范一下，要感情啊，这一张是很好的感情的哈。内心世界的爱，要闭上眼睛。麻烦你跟他学啊！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要心心感受一下爱的感觉，呼吸，闻一下那种味道，爱的味道，就是这个爱的味道，臭臭的，有点奇怪的，别，哇，哎呀，不玩了，不好玩，我走了，我得拿它出来避避邪，我跟你说。好，谢谢张阿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好精彩，谢谢